各位观众，欢迎来到 show 咧睇我哋嘅直播。咁依家就喺尖沙咀海防度。今日咧就有杰志对马体会嘅比赛，有关嘅赛事就送出雪糕俾大家免费享用。咁啊，当系比赛之前搞下啲气氛咁啦。星期三晚在大球场度，杰志同马德里体育会就踢翻场波啦。依家咧就请大家食雪糕。系你好，你好，你知唔知道呢度系做咩嘅活动啊？你说国语吗？普通话。普通话。你知道这里是什么活动吗？没有活动，没有。没有，你站在这里拍照不是有些特别事情吗？没有。没有。没有。就关在这里拍照。啊？这么奇怪？哈哈。好，谢谢。啱啱普通话嗰两位女士咧，佢话唔知道发生咩事。就是在这里拍照，拍很久了，这么奇怪，不知道什么在这里拍照。这里你好，知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个活动啊？我不清楚哎。啊？你知不知道你不用给钱的？你从哪里知道在这里？我从那边过来，就是他们在免费的排队来呀，对呀。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没有人说哦。你不要看吗？就是有冰淇淋可以吃就过来了。冰淇淋是不是啊？没有别的原因。唔该晒啊，唔该晒。刚才那两批普通话的人士都不知道什么事，就在这里拍照，还有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雪糕吃，就看到人排他又排。这两批人士这么奇怪的，你看这里呢，你唔使問我啦，我唔識，同埋好明咯。唔明咪問職員啊，問其他人咯。其他人咧？問邊個？咁多人咁熱心，你咪問下人咯。架車又寫曬啲嘢。你哋買特惠票嘅喎，門票扣物嘅，扣票發售嘅。呢个历史好奇怪啊！喺度装下装下，唔知发生咩事啊！你好，哥哥，想访问下你啊！哦，唔方便啊，唔紧要啦。系。
你好，你在这里知不知道有什么活动啊？我不清楚，我刚过来。过来做什么？带小孩过来玩了。玩什么？在这里就玩什么？我跟他们一起过来，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排队。这个，我是跟他们一起，我只是那个带小孩买的。这。很多人排队，你就排队了，没有特别原因吗？没有，我是怎么没有小孩的。排队为什么？给小孩买东西吃，买个小孩什么？什么？刚开始是排队买个小孩，后来说你在做公益活动，说免费的。哦。排队才知道。哦，好好。好，你从哪里来啊？从内地过来的。内地啊。你现在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活动来的？这个好像是听那个老人说是中国你们这个银行做活动是吧？银行做活动啊？什么活动啊？这我也没具体，我也不清楚。你这个大叔说的。这里有活动的明信看的，这里有这个活动的明信，你看到吗？我拍照片了，我这边发朋友圈了，我有回力的发朋友圈。现在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活动？现在我告诉你好不好？这个是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这个外国的球队马德里和香港的杰志的一个比赛，在香港一个足球比赛。现在他们主要是宣传活动。请大家，吃冰淇淋。感谢，非常感谢。好，我看过了，香港的那些明星足球队是吧？不是明星足球队、啊，是一个足球队，叫杰志。哦，就是香港，很。